小三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最近画质最写实的 Backrooms The Project， 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看看它的画质到底有多好吧。哦，真的很有录影带的感觉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他在 checking。哦，好，哇。哦，我已经在后室里面了，后房后室里面。It's not now， 不是现在，这可以剪吗？可以耶，哦，我都可以拿。然后这是他写什么啊？杏仁水。然后 creepy door， 可怕的诡异的娃娃。然后我有一台 camera， 我有一台摄影机啊。哇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，我好像手拿着摄影机，你们看我的影子啊，我手上拿着摄影机呢。哦、我的跑步，跑步好晃哦，真的很有恐怖游戏的感觉。哦，箭头，没意外的话是跟着箭头走，然后如果有敌人的话，我们就跑。这是地图吗？有哦，怪声音，好，有怪声音。哦，我捡这个杏仁水会不会出事啊？可能没有电了，如果打开了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可以喝杏仁水吗？怎么喝啊？可以喝了，我喝了一罐杏仁水，我感觉我的理智变高了。 Don't well say still， 看不懂，感觉不像英文。你需要这个的，太高了拿不到，我可能要拿到梯子什么的，才能拿到那个工具哦。找一下，哦，我会想说会不会有危险，然后会不会有敌人啊什么的。我捡了这么多个诡异娃娃，到底能干嘛？我捡好多个，我已经有三个诡异娃娃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敌人呢？没有。好，我们跟着这个绿线走，看看去哪。哦，我掉下去了。哦，啊，摔烂了。原来那边是不能走的，直接摔烂的。我看一下我跑步有没有体力限制，好像没有耶，它是一个，哦，体力超好，随便我跑，只是有点晃，但是没有问题，我就跑。这门能不能开啊？不能。哦哦哦，他体力虽然好，但还是会没力的。有可能吗？为什么这里有人手？还有棒球。这是什么？苹果、水壶。哦，可以检查是不是？可以拿起来检查。棒球。刚刚没有这双手的吧？还是我没有注意到？哦，我还可以放大。哦哦。这是一根刀子还是扁钻？这些诡异娃娃我可以做什么？拍 deck， 我刚刚就走到这，然后就直接摔死。哦，这是哪？等下，哇！哦，刚刚是这样摔下去的。哇，好压抑哦，打不开，锁住了。
对，会不会有什么怪东西？有哔哔声呢。啊、哦，这个箱子是可以拿来垫脚的，这样我就拿到那个工具了，走吧。哦，东西跑过去，还有敌人跑过去，所以我刚刚拿到的其实是摄影机的手电筒之类的，还是我正在看别人的录像？应该是摄影机的手电筒吧，不然也太奇怪了。有了，哦，怎么了？这是又是什么？我拿到的东西叫做扁钻之类的吧，看一下，嗯，扁钻。哇，我的底子太低了，是不是？死不屈！哇，迷宫啊！哦，这是哪？哇，游泳池！哇，这画质也太好了吧！我刚刚被怪物追啊、哦，有点怕，喝口杏仁水，喝口杏仁水。我还可以开车？我没有压死。哦，抚慰，度假村呢？黄色小鸭，我要把小鸭丢到水里面。可以吗？站！我怎么溺死了？好的，我要回来了。这个水，只要碰到鼻子就会直接溺死，真的是哦，太过分了，居然连游泳都不会。好啦，掉下来了，我试试看，如果丢东西可不可以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我丢东西可以拿到这个箱子哦。哦可以了，哦，成了。我拿到钥匙了，这钥匙不知道是开哪里的，是车子的吗？可以开车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这是什么钥匙啊？哦 ，toolbox， 工具箱的钥匙，工具箱应该在，好像在前面吧。这个后室啊，这个 back room 真的是很多很多可以探索的。工具箱是在干嘛？哦，有了，哎，不对，这也不是吧？没有电。过来了，我工具箱在哪？哦，我找到了，小棍！啊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！好啊！哦，小棍打不开。
还是啊，撬棍是不是拿来开刚刚那个坏掉的门？好，我确定没有敌人，我们就去啊。这里，这个撬棍应该可以开吧？哦，开了，哇哦！随手关门。这个门不是锁住，而是坏掉了，直接撬开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好像什么地下室哦。我已经到 level 2了。锁住了，锁住了，锁住了。这里有什么怪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好假，这背景也太假了吧！哦，吃蛋糕。哦，他怎么死在这？你是什么？他被他的，他卡在他的，这把刀卡在他的那个盔甲里面了，拔不出来。恶水，什么？好像要密码。OK， 转 OK。然后我的这是什么钥匙？门的钥匙，小小的金属的门的钥匙，这不知道是什么的钥匙。但是前面的房间三扇门，总有一扇可以开的吧？不是这一个，不是这一个，也不是这个啊？三个都不是吗？那我要开哪一扇门？你真的打不开？哎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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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672是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又捡到一把？这锁住，这个开了，马桶里还有钥匙，哦，所以我三个门都可以开。哇，这里有什么？娃娃杏仁水。这是我是光头。好，我是光头，我是光头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居然是光头。刚刚我看到圈起来的数字写672嘛，我们转转看是不是这个密码。哦，开了，开了。所以下去吗？各位下去喽。喂。哦，我掉到水里了。我死了吗？哎、欸，哦哦哦，体验结束了。哦哦，这个画质是怎样？好漂亮，这个画质好漂亮。我说画质啊，画质。所以之后如果正式版还会有这么多可以玩的东西，哇，我还蛮期待的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 Baron 实况就到这边告个段落。那如果这款游戏出了正式版，想看我玩的，只要帮这部影片点下超过7777个赞，不要，我们777个赞就好，简单一点。这个游戏不，这部影片只要点赞超过777个赞，等着这个游戏出了正式版，我就实况给大家看哦。那么我是 Melissa， 我们下次直播见，对，下次影片见。